我看未必，岳大哥啊，虽然我不会功夫，但是我会看谁会功夫，谁不会功夫，再加上我见过一些怪事。哦，什么怪事？我见过两个不知道是人还是鬼的东西打了起来，而且一出手就是一阵狂风，可以把我整个人都吹起来。我也亲眼看见了一间屋子。 有这么粗的柱子，一掌他们就把它劈断了，而且他们出掌的时候，手掌跟我们不一样，火红色的，好像烧红的炭一样。你们想想，你如果能学会这种功法，别说只剩一只手，就算没有手，只剩一只脚也够吓死人的了，是不是？哼，我不知道你在胡说什么，这世上哪有这种功夫啊？你不相信？ 不信我带你去事发现场看看看看他们把那里弄得多么混乱，你觉得想象不到的。好了好了，我懒得听你的鬼话。叶小姐，薛先生，我跟岳大哥讲话的时候，请你不要打岔，好不好？好啊好啊好啊，不多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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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离远一点，打扰你们了。薛先生，我跟岳大哥说话的时候，请你不要打岔，好不好？去。 真是引狼入室，什么好心没好报，喜鹊被当成乌鸦，菩萨被当成鬼，什么世界嘛？诶，哇，这种东西也乱扔，你不要，我要。 你说什么？我打死你！你给我衣服来！你这个无赖，今天碰到我算你运气不好。我就是行侠仗义、路见不平、拔刀相助，人称前红花会总舵主的薛一票。臭小子，管闲事，我连你一起揍。那这个你怎么说呢？红军武士啊！红军武士！红军武士！ 哎，红军武士原来是个骗子！哎，你他妈弄脏了衣服，我……啊！救啊！不要打！别打呀！开门！开门呐！别打！别打呀！开门！开门呐！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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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拿了面金牌到处招摇撞骗，来给我打。别打了，郭大婶，郭大婶，都是我不好，那天他是为了救我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，那天大家的救命针小女子都还没报答呢，请受小女子一拜。哎呀，姑娘快起来，不关你的事儿啊，臭小子，该打你。乖乖打，受了人家一拜就不要再打了，乱打人没有家教。打打打打，干嘛？薛一票，有什么爷就快说吧。什么事啊，岳爷？住嘴！谁是你的爷啊？你居然偷了我的金牌去行骗，我红旗武士的荣誉都被你丧尽了。哎呀，红旗武士都被契丹杀得落花流水，还有什么荣誉呀？岳闪公，岳闪公，片儿他不懂事，望您高抬贵手啊！岳闪公，薛伯母，他平常做错什么事我都能够原谅他，但是这一回，他实在太过分了。岳闪公，请你看在老师故宫伶仃的份上，你就放了他吧，我求求你啊，我求求你。今年韩信受朴母一番之恩，上知图报，我今天不杀你，
完全是看在你娘的份上。以后你要是再敢混充红旗武士，我非把你剁碎了拿去喂狗不可。今天晚上又没房间可以睡了，哎，这一下连棚子都没得住了。我这一辈子都是这样，好心没好报。喂，都什么时辰了，你还摸出来？怎么还不睡啊？飘儿，娘问你啊，你说那个月相公真的是从宫里出来的？对啊，他当然是从宫里出来的。他本来是皇上最宠幸的红旗武士的一员，当车的，车马炮的车。哎呀，可是把他救回来的那天，你不是还跟娘说他不会是宫里头的人吗？我怎么知道啊，早知道我就不救他了，早知道我就不带他回来，把他扔在一边让他自生自灭，连我都杀，恩将仇报。哎呀，这都怪你啊，谁叫你乱七八糟的。娘不是跟你讲过多少次了，不要你去骗人，以骗术为生，你就是不听嘛。那我能做什么？我是个瘸子，现在好人都很难找工作了，何况我这个样子。而且啊，我骗归骗，但我都没有太过分嘛。像那一天我骗人是为了救叶姑娘，今天骗人是为了救一个老头，这也有错吗？娘知道，娘知道你心肠好，你都是可怜别人，想救别人。可是干什么事儿都得依循正道才行，是不是啊？当然不是啊。总之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救他回来。自从他来了以后，我就没有好日子过了。哎呀，不，飘儿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这几天啊，娘也感觉出来了，月相公确实是正人君子，是被陷害的忠良啊。只不过呀，只不过是从宫里出来的。娘，你为什么那么讨厌从宫里出来的人呢？这跟你说了你也不知道啊。总之你要记住娘的话，以后啊别跟他走得太近了。他要是问起咱们家的事儿呢，就跟他来个一问三不知，千万要记住了啊。你的脑子有问题，我怎么会跟他走得太近？我巴不得他滚远一点呢。而现在呢，你能走多快就走多快，去睡觉吧，外头凉，快回房睡一觉，上床盖被子，不许出来，要不然我打你屁股。快去吧。你这孩子，知道了。爹，您找我。叫你追查月怀仙的下落，结果怎么样了？全无消息，我想他可能死了吧。哼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把所有的精神都花在寻找叶泉中的闺女上面，是不是？哎，我问你，是正事要紧还是女色要紧呢？连这你都分不清楚。爹，我是一直在追查他的下落，只不过一点头绪都没有。你没头绪，他们有头绪。你们知道月怀仙的下落？启禀公子，听说有一个红居武士在杨武镇上出现，想必就是那个姓月的了。杨武镇，我刚从那儿回来。这样看来，马厩里的那个人一定就是月怀仙。你们已经照过面了？嗯。这个时候恐怕他早已经逃跑了。爹，您放心吧，为了捉拿叶泉中的女儿，我在杨武镇对外的通路上布下了重重关卡，他们绝对是出不去的。只不过我没想到他们还敢留在镇上。爹，您放心，这回我一定手到擒来。佟令，咱们在这儿守候了好几天了，连月怀仙那个鬼影子都没见着，会不会是上当了？那小子若敢骗我，等我回杨武镇，一定把他碎身万段。
哎，昨天我在镇上看见大名鼎鼎的红军武士了，哎呦嘿，那金牌一拿出来可威风了。不过后来又有人说他是个骗子，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啊。是被我骗过的，碰上他们准没好事儿。胆小子，我看你就是欠揍！你找死！你给我起来呀！你这个也是被我骗过的。欠揍！臭小子你！这些也是被我骗过的。这该怎么好呢？我在阳武镇上简直没得混了嘛，难喽！哎，真是的，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，削一票削一票，削什么一票啊？有钱都给别人削走了。哎，连骗子都当不成，不如找一棵香蕉树上吊死了算了吧。别又来一个啊！我已经养不起了，老哥，老哥，哎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了？小兄弟，你是那天在那里被那个什么打伤的，是不是？你别动我，听我，把我兜里的东西。跑出来！这个是那些残局的棋谱。棋什么？七孔流血。给我了，物归原主啊！好了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双手双脚归父母。人都死了，既然他慎重的托付给我，哎，我就帮他保管吧。好好睡啊。不像是本地人，来这干什么？啊，我们是大名府的马贩子，做完生意，现在要回家了。马贩子，走，这，走。
老家伙，我有点事想问你。冷公子，有何见教啊？听说镇上出现了红军武士，有没有这回事？有啊有啊，就是叫薛一票的那个。薛一票，公子，一定是那岳怀仙的假名。他人住在哪里？他呀，住在城西角楼下的那片贫民窟里，往前一直走就是了。走。娘，叶姑娘，吃饭了。回来了，快请岳大人过来一起吃吧。啊，不管他去死啊，就算死了我都懒得用张纸包他，我救了他的命。哎，白吃白喝白住，连受他的气，以后我再也不干这种好心的蠢事了。哼。哎，叶姑娘，我不是说你，我没嫌你白吃白住还白睡我的床啊。那整个过程你看到不是你听到了，我有错吗？你呀，真该拿线把你那张乌鸦嘴给缝起来。这堵住路口。敢来我的地方吵吵闹闹！岳怀仙，滚出来！走！喂，喂，喂！娘，别怕，别怕啊！我数三下，我不等了啊！来，一，公子没有。公子，房里没人。他说。岳怀仙在哪里？好，但我就跟你说，啊，首先呢，你去人家家是要先敲门的，但是呢，你选择了用踢的，而踢之中也分好几种，你踢得那么用力，就代表不给面子，没话讲了。臭小子，给我装糊涂，乖儿子，你这样打你老子。我有的是手段折磨你。臭小子，你是不是想两条腿一块儿瘸？嗯，我可不想后半辈子在地上爬。那你还快说，岳怀仙究竟在哪里？哪里？哪里？我真的不晓得什么岳怀仙。冷公子，冷公子，我不是穷苦人家，跟当官的没有关系，您放了他吧。好，算你小子狠，我治不了你，但我就不信，我治不了这个老太婆。放开我娘，快放开我娘。那你还不快说，岳怀仙到底在哪里？冷公子，我们真的没什么好说的。若是到时，如果你还不说的话，我就掐断你娘的脖子。一三、四、五，哎呀！住嘴！嘘，说。岳大哥，冷花那狗贼。岳大哥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他们呢。叶心妹子，这里有个缺口，你从这儿溜出去，我想办法救出他们之后，我们在北门口的茶棚会合。嗯嗯。叶心妹子，一个时辰之后如果没见到我，你就独自逃命去吧。岳大哥，快去去。还有男的天地飞云，
我们是大明鼎鼎的红军武士老阿岳和你的金牌拿出来克，威风了。我可不想扣板被子的灯芯。耶律飞云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的死期到了。岳怀仙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投。我真要拿你的脑袋回去复命的。 什么的，晦气的，又是那群家伙。统领，看样子他们跟叶怀仙是一伙的。你们这些白痴，给我下来！爸，舅，等一下！燕儿，你要是敢说出来，我左国也不会原谅你的。死老太婆，娘！ 公子，什么事啊？公子，点子扎手。你留下来看住他母子。是。你没事吧？有没事？没事。 你想往哪儿去啊？你说，你曾经骗叶律飞云说我想在枫林渡过河。是啊，那就对了。我们现在就去枫林渡过河。高啊！这都是跟你学的。走吧。日野，往那里。叶姑娘，叶新妹子，怎么样？还好。骨头没伤到，只是扭了筋而已。 哎，看看咱们，咱们四个人呐，一个瘸腿，一个断手，一个盲眼老太太，一个弱女子，一个扭伤了脚，真是老弱妇孺加上天残地缺。你这个混小子，乌鸦嘴，瞎说。都是我们赶路赶得太急了，大家先歇一会儿吧。哎，对，歇会儿吧啊。小心点。月牙。 你看，我们是不是想拿生辰八字来算一算合不合？你一出现，我立刻就倒霉，简直比打个喷嚏还要快。没到连个家都没有了，我们前世是不是结了什么怨？薛兄弟，我欠你们母子俩实在太多了，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说。不过下辈子我就算做牛做马，都会来报答你们的。薛一票，以前我真是看错你了，原来你真的是个好人。哦。 你所指的是我被冷华那畜生百般折磨，依然不屈不挠的骨气、勇气以及义气，是不是？没什么，其实是尽朋友的责任罢了。薛兄弟，
你还当我是个朋友吗？当然是。哦，不好意思啊。饭桶，连个断了手的残废都抓不回来，你还能干什么？爹，那些家将全部都是酒囊饭袋，要不是因为他们，我怎么会这样呢？废话，那他们都没能回来，就只你一个，像条丧家之犬似的逃了回来啊！好了好了，这件事儿你干不了，你专心去训练你的红旗武士吧。杀月怀仙的事儿，我找别人去干。爹，你要找谁啊？哎，燕儿。爹，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有件事情要交代给你。嗯。爹，您交给她做，她行吗？你妹妹比你强多了，饭桶。对了，爹，到底是什么事啊？哦，还不就是那个红军武士岳怀仙的事儿吗？岳怀仙？哦，我听过他的名字，我还听说他是被冤枉的。哼，被冤枉的？等他们知道姓岳的干些什么勾当，只怕打自己嘴巴都来不及呢。他到底做了什么事啊？哎呀，他跟契丹的黑旗武士勾结，不知道正在进行什么阴谋呢。对，爹说的没错，说不定他们早就勾结在一起，要不然皇上那盘天下第一局怎么会输得那么惨？不可能吧，他不是被耶律飞云砍断了一条胳膊吗？我的好妹妹，那根本就是苦肉计。没错，燕儿，你听我说，举凡大奸巨恶之人，他们的所作所为非常人所能揣度，你听清楚了，将来你碰上他的时候可一定要特别小心啊。啊，我知道了，爹，你是要我去阻止他的阴谋。嗯，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。嗯，啊，爹啊，算你有眼光，你真是找对人了。我也不用带什么家将跟我一起去，我只要韩香一个人跟着我就够了。好，有霸气，女中豪杰。嗯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是天下第一杀手，杀人的手法干净利落，让人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当当当什么意思啊？然。哎，芭蕾舞，你怎么一次只讲一个字啊？喂，芭蕾舞，你忙什么嘛？有件生意要给你做呢。多多不多看你，30万两为您单买一颗向上头颅。哎，韩香，怎么样，接不接？当。嗯，这个啊是10万两的定金，事成之后全数付清。可。哎，你怎么不先问问我要杀的人是谁呢？样。杀谁都一样。嗯，好啦，我告诉你，我要你杀的那个人呢，名叫岳怀仙。本来武功十分高强，但
是现在断了一条胳膊，应该不能打发才对。哼，要。哎，小姐小姐，这回该我猜了。你是说啊，不管他断不断手都一样？哼。喂，你杀他之前要打听清楚，他到底跟契丹人有没有勾结，知不知道？可。拿去吧。还有，多久能够交差啊？五。等等，芭蕾舞，你别走嘛！再请教你一件事，你是不是不管什么生意都接啊？那你今天为什么问都不问就接下了呢？票。票，小姐，她是因为你长得很漂亮。不过小姐，她真的好酷哦。酷，我看她是脑袋有问题，说话只说一个字。你等着，下回我要逼她一次讲出两个字来。你跛着脚，我跛着脚，你跛左脚，我跛右脚，我们两只是绝配。薛先生，说话小心点。哎呦，来，叶姑娘，走路小心一点。归元寺，那个老哥说过的，就是归元寺。月爷。月爷，月爷，走了那么久，这里是哪里啊？这里应该是徽州地界吧？徽州的归元寺，没错。你在说什么？哦，我是说，我们这样漫无目的的一直赶路也不是办法，不如找个地方暂时住下，最起码让叶姑娘有个地方把脚伤先养好。我也是这么想，不过我们能住哪儿呢？徽州的归元寺。这座古寺环境清幽，倒是个避难的好地方。嗯。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喂，进去看看吧。喂，有人在吗？请问有人在吗？怪了，这么大一间寺庙居然没有人看管。可是这庙里看起来这么干净，应该有人打扫啊。请问有没有大师在这里？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啊！喂，有人在吗？薛一票，你不要乱推人家房门好不好？有什么关系啊？根本没人住啊！有没有人呢？喂，有没有人呢？有没有人呢？这间想必就是方丈室了。这位住持还真是一位雅人呢。哇，天哪，颜真卿的字，这是怀素的狂草，你看到没有啊？还有顾恺之、阎立本的画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哇，这是李白亲手写的《春夜宴从弟桃花源序》。这间房子的宝物加起来，我们把它拿出去卖，十辈子都吃不完了。薛一票，你快点出来，万一弄丢了衣服，你十辈子都赔不起。你说的对。奇怪了，这位住持随便放了这么多名贵字画于不顾，人到底跑到哪儿去了？来，走。倒土葡萄皮儿啊，不止葡萄，倒土葡萄皮儿啊。饱了发困，饿了发呆，不饱不饿，劲儿就不来。和尚端汤上塔，塔滑汤洒，汤烫塔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啊，不吃葡萄那把花生儿扔啊。
一只肥羊又来到，发财了。哎，这位大爷您好，要用餐呢还是住房啊？房。您是要上房还是下房啊？上。啊，敝店是京城附近最高级的客栈，所以呢有些规矩需要跟您讲清楚。啥？凡住宿的客官要先付一半的房钱，您看这大鱼上门嘞，彩不露白，露了白就是我的啦。请您点菜。一。老爷，您说什么？一。一。哦，您要一碗饭。哦，一盘菜。那一两银子的菜。一。老爷，我实在听不懂您在说些什么。哎呦。我说你笨死了，这位施主又敲桌子又说一，当然是要一桌酒席嘛。一桌酒席，老爷，这位和尚说的可对。葱，阿弥陀佛，葱，我还算了，葱。大师，还是你们做和尚的会打这种讥讽哑谜，像我这种俗人呢，只有靠边站的份儿。大师，你要吃点什么？我要混的，我当然要一桌素的啦。好好好，酒席两桌，一荤一素。菜到这道菜好吃不好吃？花，等等，我听您说啊，花和尚，对不对？嘿，长块牛肉，这道菜不错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我这笨手笨脚的，对，你别生气啊，对不起啊。哎呦，肚子疼，哎呀，荤。哎，对，我不该犯戒的，这是佛祖惩罚我。阿弥陀佛。珍珠玛瑙，哎，10万2银票，哎呀，
我可发大财了，我。好快的剑呐，你是谁？一次千金芭蕾舞。没错，你是天下第一杀手，我是天下第一飞贼，一手倾城包冲天，也算你倒霉了。嘿嘿，我我是贼的祖宗啊，他却偷到我头上来了。住持大师，是不是？住持大师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这位施主为何在此啊？哦，咱们一行四人逃荒避难，刚好路过此地，看见间寺庙，却没有看见人影，想要在此暂住，所以我们只好自作主张的住下来了，还望大师见谅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这座归元寺又不是什么救济院。大师啊，您可真是货，这么多宝物收集起来啊，可以开十间银行都不止。哎呀，你还挺有眼光的。你瞧瞧这幅知道来历吧，怀素的狂草啊，我一入行的时候啊，就对怀素的东西非常感兴趣。哟，看不出来你小子也是个行家嘛。行家说不上，专家我就够资格。哎呦，怎么大师 你受伤了？我到山上采药，碰见了一群大野狼。野狼还一群？这样你也没死，你有救了。我娘那儿有很多疗伤圣药，我带你去敷药。走，走走走，慢点慢点。好了好了，阿弥陀佛。敢问大师法号如何称呼？贫僧上包下天。包天大师，您这法号倒挺新鲜的。您是不是从小就胆大包天，所以您师父才给您取这个法号？阿弥陀佛，佛法无边，大的可以包起天来。啊，听这句话就知道真乃高僧是也。我瞧你们几位也怪可怜的，你们就在这里住下吧。原先这是座废庙，自从我住进来之后啊，才像个样子。哎，多谢包天大师。谢谢谢谢啊。哎，不客气不客气。你们吃过了没有？厨房里还有一锅狗肉啊。狗肉。